俄羅斯在軍事行動上遇到一定的阻滯，所以願意談判去解決，打完大家都想有些嘢代，咁而家咪睇下邊啲俾你代，邊啲我代，嚟緊世界會唔會咁樣分化呢？啊，應該係變緊嘅。呢啲股票係可以叭叭聲升到你唔想。你唔可以太過數字化去睇投資，整個大環境係唔同咗。經濟都頗差，但係樓市就仍然係節節上升啦。Cash is king 已經過去㗎啦。各位觀眾，歡迎收睇《股壇思見》嘅。咁今個禮拜咧，先生就翻翻嚟我哋節目裏面啦。咁啊，開始之前，我想問一問先生同埋浩德，先生你哋兩位有冇坐過過山車啊？咁啊，梗係有啦。中唔中意坐過山車？後生嘅時候啊，中意嘅。好刺激啊！不過年紀大啦，覺得去冒風險係同嗰個回報唔算好相稱咯。啊，因為喺世界各地嗰啲。過山車的歷史上都有出現意外的，咁為了一時的刺激去冒風險咧，就年紀大又冇細個咁熱衷咯，咁我哋做生意啊，做投資啊，成日都坐過山車噶啦，刺激好多噶啦，唔使俾錢去買。浩德中唔中意咧？浩德，我就寧願即係悶悶地咁贏嘅，唔想唔中意咧，好刺激咁輸咯。係咁，依家坐過山車，講過山車，因為即係港股咧呢幾日咧就真係坐過山車啦。咁啊，先曾經穿過20,000點，去到18,000幾啦。咁啊，然後好快又彈翻上21,000幾嘅水平喎。咁但係股市我哋留翻第二部分我哋先講。我哋第一部分咧講一講全球經濟或者個政治狀況啦。咁啊，先問一問先生先啦。嗱，烏克蘭個戰事繼續持續啦。咁但係有好多唔同嘅傳聞咧都講咧。和談的機會是越來越大，甚至乎有些傳了是即和談的內容都傳出來了。先生你怎樣看現在情況發展，究竟俄烏的戰爭是否真的有機會是會停戰，甚至乎有些有建設性的事出現？現在就不是說全和談，談了都成四五輪的了，即是已經幾次坐低下來雙方面對面去研究嗰、那個停火問題，咁出現咁嘅情況咧，表示咩嘢咧嚇？咁呢場戰爭啊，由俄羅斯發動噶嘛？咁戰爭係咩咧？一般嘅即係理論上嘅講法就係戰爭咧係政治嘅延續。在政治上無法解決的問題呢，很多時候就想透過戰爭去解決，即是俄羅斯原本就是想透過軍事行動解決他在政治上之前得不到的事。那他作為主動的一方，其實就想靠軍事去解決政治問題，而家又調翻轉頭去坐低落嚟談判，就係代表佢嘅軍事行動未曾取得預期嘅效果，亦都冇實拿嘅把握喺今後取得效果，咁佢先至。不再全部寄望在軍事上，如果他軍事上是很順利的，當然打到你低頭才談判，現在是不算人家已經認輸的嘛，如果說習近平司機還牙文牙武的嘛，又開記者招待會啊，又說很多相對挑人性的說話啊，我相信俄羅斯呢次行動咧係遇到一定嘅阻力，當然亦都唔係代表話烏克蘭嗰邊全面勝利嘅，因為實際上佢只係叫做阻撓咗俄羅斯揮軍直入基輔
但係都係逐啲逐啲俾人逼埋嚟啊！亦都有啲城市啊，落入俄羅斯嘅手。不過唔係好似最初講，最初連美國都預期一兩日就入基輔噶啦嘛。係啊，咁所以而家咧係應該話俄羅斯喺軍事行動上遇到一定嘅阻滯，所以願意談判去解決。咁我相信呢次談判嘅過程中，都要有所折衷嘅。啊，一般嘅估計咧就係、俄羅斯如果佢大貪啲嘅，佢想成個烏克蘭重新歸聘入蘇聯嚇，咁、入俄羅斯又唔係入蘇聯啦。褪一步咧，佢有個講法，佢想喺嗰個涅伯河東西岸，因為烏克蘭早期咧就東烏克蘭咧就曾經喺俄羅斯一部分嘅，而西烏克蘭咧就曾經獨立過嘅，咁咧就佢咪攞翻親俄嗰邊咯嚇，或者係受俄羅斯影響多嘅一邊咯，咁褪一步咧就一部分就俾佢親西方，一部分就即係東西德咁啦，解開嚟，咁再褪一步咧，佢可能淨係攞翻個頓巴斯地區啊，即係。頓巴斯的獨立就肯定下來脫離烏克蘭、再差一點呢就頓巴斯都不要了、不要了、如果這樣呢、普京就一定在國內很出問題的，因為你打這場仗付出了這麼多代價，打回原形、連之前頓巴斯地區都係已經獨立咗噶啦嘛，不過未得到承認咁解啫嘛。咁佢而家就叫做承認咗佢啊，亦都而家喺佢控制下面嘅。佢願唔願意喺談判嘅時候嘔翻出嚟咧？如果要佢嘔翻出嚟咧，佢就即係難以向國民交代嘅另一方面呢，如果淨係即係佢最低嘅要求就係可能烏克蘭要承諾以後唔加入北約，唔加入北約嚇，佢都承認咗啦。或者以後唔俾外國軍隊駐喺烏克蘭無核化嚇、非軍事化，咁咧就呢、這個係最低嘅。至於頓巴斯啊嗰啲咧，係屬於而家拗緊嘅。如果唔係烏克蘭，亦都好難交代喎。打一輪都係最後承諾唔加入北約，咁一早承諾算啦，使乜？所以你話係咪好容易談判咧？大家都唔想打係打落去死得人多，好辛苦又破壞。問題都要政治上要有所交代嘅，嚇咁北約一早講明呢個時候唔適宜烏克蘭加入㗎啦，咁其實就人哋都唔俾你加入，你自己去揮嚟做咩？揮到都加入唔到，咁所以原本咧就現實啲咧，烏克蘭就承諾唔加入北約，走。芬蘭啊、瑞典嗰種路線咧，雙方嘅損失就最少嘅。但而家已經戰火都爆發咗啦，咁打完大家都想有啲嘢代，咁而家咪睇下邊啲俾你代，邊啲我代嚇、最好啊，大家都落得台，即係大家都讓一步嚇、但係似乎就唔容易。有一條線，大家都落得台咯。咁如果即係我自己睇，最而家以雙方嘅嗰個僵持嘅情況咧，俄羅斯攞翻
鄧巴斯嗰個獨立攞翻烏克蘭承諾唔加入北約，就咁樣結出咧就有機會。如果鄧巴斯要俄羅斯嘔出嚟咧，就比打仗前的情況更加差，咁俄羅斯是做不到的。咁而家就係睇下烏克蘭背後支持的北約和美國願唔願意接受呢個條件啊？嚇，咁烏克蘭嚟講其實都好傷啊，因為戰爭喺你國土上進行，死嘅又係你嘅人，破壞嘅又係你嘅建設，嚇咁啊！盡可能就應該停火的。但是如果譬如美國想歐洲以後都冇乜好日子過，咪個戰爭就要持續，個制裁又要持續。站在歐洲的立場咧，應該是烏克蘭戰爭早日結束，就恢復。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給歐洲，那些大宗商品的價格回落，通脹不要那麼嚴重，等經濟可以逐步恢復。但是仗都打了，美國也都說要俄羅斯嘗一嘗它入侵烏克蘭的嚴重後果，那沒有理由制裁兩個月。先生，你提到制裁啦，可能西方國家有不同的睇法啦。咁但係似乎即係根據頭先你睇法咧，就係即使係個戰事完結咗，即使可能談判真係有和談成果咧，制裁都會延續落去啦。好多人都擔心究竟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咧，即係西方同埋東方，因為好多人都擔心俄羅斯，或者唔係擔心嘅，即係俄羅斯同中國可能個聯繫會比較強啲啦。會唔會出現咗以前陣嘅東西陣營冷戰咧？咁而家冷戰咧，中國成話美國的冷戰思維，即係冷戰就已經出現咗噶啦。本來的主對象是中國，不是俄羅斯嘅。如果特朗普年代有通俄門啊嘛，嚇通俄門就係起碼特朗普啦想拉攏俄羅斯，嚇緩和同俄羅斯的矛盾，等佢可以騰出足夠的力量去對付中國，所以。本來那邊打起上嚟對中國是一次機會嚟㗎，冇咁多力量可以施喺中國度。但是如果是俄羅斯失敗，以失敗告終，普京落台，俄羅斯從此一蹶不振，哇！咁啊，西方。就可以全力對付中國添，咁呢個係中國最唔想見到嘅情況啦，啊，咁但係你真係實力地位嘅啫嘛，你係唔夠人打嗱，你嗰個文宣上、輿論上嚇輸咗俾人，軍事上又冇著數，即係中國。俄羅斯啊，咁即係如果係結果係咁樣咧，咁中國嚟緊就要面對好大壓力。咁會唔會有個誘因令到中國喺呢一刻可能想支援多啲俄羅斯咧？支援俄羅斯個風險亦都大嘅。咁一個咧就係烏克蘭點都叫做獨立國家，呢個獨立國家。在獨立的時候曾經被俄羅斯承認，亦都同中國有邦交，中國買好多烏克蘭的軍火，烏克蘭以前是俄羅斯啊蘇聯年代的軍火生產區嚟㗎，又有核武，又有航空母艦，中國又同佢買過飛機，嚇，咁所以中國係要承認烏克蘭的獨立地位。所以他不夠膽話明目張膽支持俄羅斯噶，美國話他支持俄羅斯，中國都話假新聞噶，嚇咁中國只不過話西方應該理起碼要去體會俄羅斯的對安全問題的關注嚇，點解會咁關注？他是希望。
俄烏問題透過外交途徑去解決，他不贊成透過制裁啊、賣軍火俾其中一方啊，令到事情火上加油。但他不可能去支持一個國家出兵或者用軍事行動去解決政治問題啦。但是西方亦都只是美國和西方的主要盟友，以前有金磚五國啊，俄羅斯是其中之一。而家啲金磚五國，中國冇制裁俄羅斯，印度又唔肯，巴西、南非都冇制裁嘅。係。咁變咗咧，即係新興國家就另一個立場啦。即係有另一個立場，咁變咗嚟緊世界會唔會咁樣分化咧？應該是變緊的，即我自己之前提過一個觀點，就是西方國家是現有的政經的體系入面的得益者嚟嘅，即係佢哋係既得利益者。呢套體系是美國強的時候定出嚟的規矩。但而家你用制裁的時候咧，你係破壞緊自己製造出嚟嘅體制。你破壞咗自己嘅體制咧，變咗可能要重新去搭建一個新體制。但你嘅實力同以前比係冇咁一面倒啊嘛。咁你新搭建出嚟嘅體制咧，未必對你更有利喎。即係喺個 SWIFT 系統，美國一向都有利的。咁而家你話唔用，唔俾俄羅斯用，將來又唔俾中國用，變咗你要重新制定一個新嘅體制。那個新嘅體制出嚟嘅時候，對以前嘅既得利益者未必有利。所以我嘅睇法咧，就係其實美國唔應該將個舊嘅體制隨便去改變，呢個舊制對佢有利噶嘛。咁如果佢成日話佢要制裁人哋啊，要用新嘅方式啊，要同中國打貿易戰啊，重新定個啲遊戲規則啊，我驚定出嚟嘅對佢不利咯。咁所以話，如果即係俄烏嘅戰事，即使完結咧，可能地緣風險啦，或者中西角力都唔會咁容易去完結嘅。咁今節嘅時間咧，去到呢度，大家記住睇埋我哋下一節咧，我哋會集中講翻香港股市嘅走勢嘅。